我这钱是放他身上里边的，我叫收破烂老头来，然后呢，我老婆在不知情况下，他把这身上卖掉了，那全部是我搬砖血汗钱那个，都是一点一点血汗钱。藏私房钱，闹出这么大的一个事故，我觉得藏私房钱不好，是吧？我们这个结成了神啊。神的盟约的夫妻关系应该是讨论为什么要藏私房钱，就是想自己支配吧，瞒着老婆支配吧，我们应该和老婆一起啊协商这个钱怎么使用。协商过程啊，如果你向善良向善，人性恰恰就是在这里得到了启蒙，向善向自由，这才是婚姻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个一个手段一个。我都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我没钱嘛，我要有钱我也希望训练训练这个东西。如果你藏钱，这个明显像暴力的，像控制的，像恶的方面倾斜了有可能。所以说不要藏私房钱，朋友们啊，老婆大人们，把我的视频转到朋友圈，让你们的丈夫看到，把他领到我的直播间，我在小破站直播啊。如果有喜欢的，我也可以在油管直播，其他地方我没有地方可播了啊。治愈他们藏私房钱的毛病。